以后要是发生什么事，一定要第一个通知我，也别找公灿，找我。我走了。他就是那个说喜欢你的公灿。对，我就是那个公灿。你到底活在什么世界？我好像被他看穿了。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？我一定会找到你。你只要说看到什么。为何是吴秀才？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，优频道。你可以在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本节目视频。